你没事吧？是你，你撞到了他。上海人的规矩是不用道歉的吗？是我不小心把衣服弄到地上去的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吃榴莲的知音了。你在干嘛呢？哦，他竟然跟我一样喜欢吃榴莲。我们别再看了，走吧。为什么？我送你回家。我不想回家。电影已经放完了，我们一直这么重复的看下去，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我们只是在原地踏步。我就是因为知道我自己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勇气拒绝令姐。我知道我什么也改变不了。